好了，今天我们说的是《锦衣之下》续集第15集《上官西临盆》。袁今夏和玲玲回到家，刚刚没坐多久，就突然听到从门口传来一个小厮的声音：“林大夫在吗？”袁今夏没好气地走了出去。他们才刚回来，怎么就那么多事儿？玲玲才来没多少时间，就已经这么有名了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好在严世蕃不在了，不然他一定得把他姨好好保护起来。袁捕快，袁今夏一看，这不是他们六扇门的人吗？他来这找玲玲，想必六扇门有人受伤。六扇门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受伤？没有，袁捕快，是杨夫人临盆在即，杨捕头让小的来找林大夫，去为我们杨夫人开点补身子的药方。临盆，听到这儿，袁今夏脑子里是又惊又喜。玲玲也刚好从屋内走出来，还没有弄清楚缘由，却被他一把拉出去，和那小捕快一起赶到了大杨家。自上官西和大杨成亲之后，就在六扇门旁边买了一座房子，总不能带着一家老小都住在六扇门吧。这还没进去，他就已经看见了院子里堆满了人。师父，大杨，我们来了。袁今夏拉着玲玲一口气地跑到了六扇门，他自己倒是没什么，平常出去办案亦是如此，但是把身为千金之躯的玲玲累个不轻。今夏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大杨着急地说，而一旁杨成万脸上的担心也不比他少一分。夏儿，产婆已经在里面了，你快带林大夫进去看看，看看希儿怎么样了。杨成万嘴上说让他进去看看，可这手里却一直拉着他的手不放。这老人一时着急，手脚和神志竟不能同时管理。此时屋子里传来的都是上官西痛苦的叫声，他们刚想一同进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屋里的痛苦声消失了，紧接着传来的是一名婴儿的哭声。直到现在，场外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。大杨，师父，咱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袁今夏说着，几个人簇拥着一起进去，刚刚还是满脸的忧虑担心，就在此时，就在看到他们母子平安的那一刻，都烟消云散了。里屋，上官西虚弱地躺在床上，额头间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到枕头上。都说生产时一只脚已经跨入了鬼门关了，他看上去给人的感觉竟真是那个样子，可他怀里的婴儿却是那样的无惧无畏，好像在对这个世界进行挑衅。大杨开心地坐到他身边，看着他怀里的孩子一口一口地吃着手指，他的心更是被这个小家伙暖酥了。他当父亲了，此时此刻他才是真正的当父亲了。恭喜呀，杨捕头，母子平安，是位小公子。产婆抢先一步道喜，再晚一步，说不定这红包就落入别人手里了。好好好，杨成万高兴得合不拢嘴，看见大人孩子都平安无事，他也放心了。大杨抱着孩子让所有人都看着，接下来他们也该想想名字的。对了，爷，现在上官姐姐身子弱，您帮她开几副药补一补吧。这个当然没问题。玲玲也开心地笑着，所有人的注意都集中在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家伙身上。袁今夏看着孩子，心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陆毅，对，陆毅还不知道这件喜事，他一会儿就要亲自去告诉他，告诉他上官西生了一个男孩，告诉他他们以后也会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孩子，那个孩子一定会有他的机灵和他的勇敢。可是刚想到这儿，盖叔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前来祝贺。这样的喜事他们怎么会不通知陆府呢？叔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大人呢？对啊，盖叔现在是住在陆家的，虽然表面上陆毅不认他做爷爷，但在他心里已经默认了，只是消息都通知到了，怎么陆毅没来？哦，我乖孙进宫去了，还没回来，所以我就替他来了，现在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这样啊，那叔，您先陪我姨去抓药，我去找大人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袁今夏开心的有些忘乎自我，他似乎透过这个孩子看到了他和陆毅的将来。在路上，他几乎幻想了他们后半生所要做的所有事情，仅仅是因为一个孩子的到来，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。这可正应了一句话，一个人的期望有多大，失望就有多大。
就是他在陆府看到的画面，却让他刚才所憧憬的所有美好的生活都化作了泡沫。此刻的陆毅正被一个女人抱着，他甚至都没有推开他。袁今夏来到的前半个小时，陆毅刚摆脱了宫里的那位公主，好不容易回来，却又看见另一个女人在大厅悠闲地坐着，坐在他家的客厅等人，那肯定是找他的了。就在陆毅觉得他面熟，还在想他是谁的时候，女人直接给了他一个大拥抱。对方一身浅色系素衣，看上去和袁今夏一般年龄，他紧紧地抱着她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他终于又见到她了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陆毅想挣脱，可是对方竟死死地抓住不放开，说是认错人，可他又觉得他有些面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我怎么会认错？你不记得我，可我却记得你。女人故意靠到陆毅耳边小声说道，这个距离，这个动作，无论是在哪个角度，都像极了亲密的样子，接吻或者其他。陆毅为躲避将头一撇，对方这样一说，他好像有点印象，可这刚刚一撇头，竟无意间又看到了那双眼眸和那熟悉的身影。金夏，他叫了一声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他没有想到会被他看到他这个样子。袁金夏发现他看到了自己，闷头直接跑了出去，眼眶里的泪水被风吹的也流落下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听他解释，可能是他太胆小，他怕他又一次离开他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大人不会那样的，不会抛下我不管的。可是既然如此，袁今夏，你又为什么不敢听他解释呢？脑海中似乎有两个他在互相劝说对方，整个大脑都还是刚才他们拥抱的画面。他不想相信，却又不得不相信，淳于敏作为他的表妹，都只是拉手和撒娇，刚才那个女人竟然抱着他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陆毅还在盲目地找着，这是他第二次感到失落。第一次是在得知袁今夏身份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可这一次他却那么害怕他会误会。今夏，今夏，不知不觉天渐渐擦黑，他找遍了整个街市还是没有找到他，就像是那句话，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而现在同样的道理，你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故意躲着你的人。忽然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他家。刚才一时心急，竟然没有想到他就算再怎么躲也不会不回家。想到这儿，陆毅直接向他家的方向跑。